天的大人手，因为今天就是还是早虾早虾的，就是已经迈向快一个月了哈，所以带来一首我觉得我今天的声音很适合唱这首歌，那刚好我也很喜欢这首歌。好了，这是一个那个花边教主里面其中一位金发女子，我有认真，我非常非常喜欢她，然后她很漂亮，然后又会演戏，然后重点是她非常瘦，她唱的就是这一种摇滚歌曲，那我很喜欢她这一首，还有另外一首叫做下地狱吧，对，因为那是我的口头禅嘛，所以我就觉得那首歌就是很 touch 到我，那来分享一下这一首歌叫做 Maybe One Day， 我觉得我今天声音很适合唱这种痛。好，我帮我们的外国朋友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，好听。You're